我感觉我在做梦，能不能帮我录个表白视频啊？我怕这梦太快破灭了。表白视频？对。不至于吧？至于。真的不至于。那我可不可以问你个问题？嗯。你喜欢我什么呀？那我先反过来问你啊。嗯。你喜欢我什么？我喜欢你好看呀。 就这样啊，不是你不好看，哎，不是，我是说你又好看又温柔又体贴，而且你弹钢琴的时候特别帅，特别像一个天使。我是不是嘴太笨了？反正你哪哪都好。熊一凡同学，你有没有认真听老师说话呀？ 这次校训特别重要，特别重要。什么样子？心不在焉。怎么了？谈恋爱了？没有，没谈。没有。严恒同学，你看他那样，是不是谈恋爱了？没有，没有。好像是啊。这我还不知道。